哎，你看，我又跟你分在一个班了。不是吧？谁想跟你一个班啊？不是吧？傅少南，他不是要学理科的吗？怎么在文科班了？学霸文科理科不都妥妥的吗？哎，原本以为终于可以摆脱被学霸支配的恐惧了，结果这姐总是让人出乎意料。哎，世南，早啊，早啊。傅盛南来了，他就是傅盛南，我还以为是个男生呢。我叫傅盛南，其实当年我爹原本是给我取名叫傅盛南的，结果登记那位阿姨粗心，给我写成了现在这个名字。或许是命中注定，从小到大我都没输，唯独。哇，唯独这个人总是抢走我的焦点位。哎呀，早就听说隔壁有人搬进来了，今天终于见着面了。小朋友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李修豪。盛南啊，这是修豪哥哥。以后啊，你就可以跟这个帅哥哥一起上小学了。好，哪有很帅？好，来我们家玩啊。谢谢。终于不用再跟这家伙一般。理科好，理科以后啊就业机会多。我也这么认为，你们家盛南成绩非常稳定，我们家修豪啊也很稳定。对，我也觉得理科好，大学能选的专业很多的。是啊。妈，我已经决定了，这回我要选文科。为什么呀？你理科成绩这么稳定，好好想想，按这个成绩考个安大的金融专业妥妥的呀。对呀。那文科类更符合我想要追求的东西啊。你这孩子这么犟呢，让你选理科不是为了你好吗？你现在喜欢，将来后悔了怎么办啊？哎呀妈，你怎么总是规划我想要我做什么不想让我做什么，让我自己选一次不行吗？我这不都是为了你将来做打算吗？我是你妈，难道我会害你啊？可是这是我人生一辈子的大事儿，你不能因为你喜欢什么就规定我以后要做什么吧。哎呀，没事没事，这事儿还可以商量嘛。总之这次我决定了，我就是要选文科。你要是选了文，等你上了大学没有好的专业，去到社会没有技术，你怎么生存啊？不让我选文科，我还不如现在就退学。你看这孩子犟的。哎呀，没事儿没事儿，孩子长大了嘛，有自己的想法，我们也应该尊重他嘛。真是老顽固。你干嘛？看你还活着吗？爸爸好得很，有何贵干？嗯，
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我已经说服阿姨让你选文科了。好好想想该怎么感谢我吧。真的？我发现你这张嘴还真是对谁都很受用啊。就是对你不受用啊。什么？没什么。哎，那你快告诉我你是怎么说服我妈的。哎呀，不喜欢就不要勉强她嘛。是啊是啊，她喜欢更重要嘛。阿姨，其实呢，我现在觉得学文也挺好的，将来也可以做写手啊、编剧啊等各类工作都很吃香的。再加上盛楠呢，他在文学方面有自己的见解，而且他文笔也很好，不学文呢确实就有一点点可惜了。对对对，我也知道我们家盛楠啊，从小各方面都很优秀，就担心他选了文科这条路以后会很辛苦的。别太担心，以后上了大学啊，专业还可以调剂的。是啊阿姨，盛楠这么优秀，学什么都会成功的，你放心好了。是啊，不用担心啊。罢了罢了，随他去吧。果然还是兄弟懂我啊。那是。跟你说个事儿啊。嗯。我打算去学表演，参加艺考了。你学表演？是啊。你哪根筋带错了？你好好睁大你的眼睛看看我这张脸，看一看这么迷人的脸，不去舞台上被更多人看到岂不是太可惜了。嗯，哪张脸哪张脸哪张脸？这张这张，看看。你确实挺吸睛的，学扮演好。是啊，这么迷人，你有没有被我迷倒？对了，明天带你去个地方。不去。这什么地方？等一下你就知道了。神神秘秘的，你不说我走了？你不是不来的吗？不是你非要让我来的吗？你知道中国人的最强说服话术是什么吗？什么？来都来了，走吧。同学你好。哦，你好，这是我们的课程介绍，你了解一下，你也看看。谢谢。然后我带你去教室转一下。哦，好，来这边请。这个是表演班，台词课，啊，老师呢现在正在给孩子们上课呢。演员要塑造好人物形象，必须具备对声、对人有深刻的理解能力，你们的声音还有形态。来，我们一起。这个呢是我们的播音班，他们正在发声练习20次。来这边，然后半打哈欠。你看我们这儿的环境挺好吧？啊，我们这边啊很多来自名校的老师。那中的，来这边请。好。哦，这就是我们的一些课程安排啊，我们坐下聊吧，说一点详细的。那你们这的表演老师都是名校毕业的吗？这个你放心，我们有名校毕业的老师，还有一些省级市级话剧团的话剧演员，还有从事本专业多年培训经验的老师。那行，你再看一看，我那边还有事啊，然后你休息一下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啊，好的，你先去忙吧。啊，谢谢，走了。你觉得这儿怎么样？离学校很近，而且回家还顺路。
我想着马上快要暑假了，可以趁早先训练起来。嗯，挺好的，你真想好了？那当然，我是那种三分钟热度的人嘛。好样的，姐妹，加油！妈，小学表演。嗯，真的想好了，这可不是小事儿，到时候后悔就没那么容易了。妈，我都想好了，我是真的喜欢这个，而且以我的成绩，不艺考的话，很难上名校。那明天就去交学费吧，真喜欢就好好学。爸妈，你们就这么爽快地答应我了呀？这是你的选择，所带来的结果都是你成长过程中必须经历的，何况你都深思熟虑过的，爸妈一定是支持你的。我还以为你们会像电视剧那样拼死阻拦，说我要艺考的话就打断我的腿。打断你的腿我倒没兴趣，这根鸡腿折了你帮忙啃了吧。好，谢谢爸，谢谢妈。多吃点啊。大哥，你就在这儿好好等我，小弟我下课就出来啊。你怎么那么菜啊？大家说这个绕口令的时候要注意发声位置，还有你的这个口腔的一个状态啊，每天都要练习啊，这个是基本功。盛南，这里这里，太好了，我们又在一个班。李秀浩不在，我们终于可以坐同桌了。是啊，总算摆脱那个家伙了。人家都巴不得和校草坐在一起，你倒好，避之不及。你要是天天对着这张脸，你也会这样的。你也太凡尔赛了吧，什么时候让我也感受感受有个青梅竹马的感觉。去你的吧。同学们，这学期开始我们就要你们班怎么一开学就拖堂啊？我都等好久了。这不叫拖堂，这是老师额外赠予的知识传授时间。哎，小心！啊！怎么打球的？下次注意点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这家伙怎么长得越来越高了？不要弄乱我的发型。谁让你比我矮呢？想什么呢？走吧。学长，
能加你个微信吗？不好意思，我没带手机。没关系的，你可以告诉我你的微信号。不好意思，我没有微信。那 QQ 吧。同学，这个人他家断网的，你要不然试试信鸽和漂流瓶。什么情况？你这什么烂借口？你还说我？瞎说什么？这年头你说没微信谁信啊？你还说我家里不通网呢？你怎么不说我都是骑马来上学的？本来就是。你今天干什么去了？我整理完资料回去，你就不见了。作为好兄弟，怎么能打扰你和美女的约会呢？什么美女约会？我就是被拉去做苦力了。你说你去培训，干嘛老让我陪着你啊？我这不是想让你见证我在艺术道路上的成长吗？算了算了，明天记得给我准备驱蚊水啊，不然我还没见到你的成长。就已经被蚊子咬死了。遵命，大哥，小弟一定会好好补上您的。盛楠同学，这个咱们都知道，你呢对文学比较感兴趣，而且你一直在文科非常有优势。但是啊，咱们在高中阶段这是应试教育，就算以后有更多的发展机会，但是咱们在这个阶段作文应该符合题意，根据要求写作才是一篇优秀的文章，你说是不是？老师，您的意思是？你的作文啊，虽然文笔非常优美的，但是啊，它不是我们高考所要求的作文。可是老师，即使是抛开文笔，我的逻辑也是没问题的呀。不，盛楠同学，作文，咱们高中要求的作文是材料作文、命题作文和半命题作文。就是在一定框架和模式之下，用你所积累的知识和材料来完成一篇高考老师所想要的作文。可是老师，我怕我这样写下去的话，我的思维就固定在这儿了。只要你的想法在你的脑袋里，无论是什么样的模式与框架，都是可以发挥你的优势的嘛。好了，不是，把卷子拿回去，你再看看吧。谢谢老师。好。刚刚老师叫你干嘛了？没什么。同学们，这一阶段的测试成绩已经出来了。从各科成绩比对来说，咱们的数学还是有待提高。最后一道大题，居然出现了有的同学直接放弃的情况。老师千叮咛万嘱咐的，无论会不会做，都不要空白。作文应该符合题意。根据要求写作才是一篇优秀的文章，你说是不是？
好，同学们，下课。上次你说的太空展门票，我好不容易才搞到的，我们一块去吧。怎么了？不去了，最近好忙。你不是很想去这个展吗？这么豪华的阵容，多难得啊！那答应别人的不能爽约啊。拜拜。你到时候记得还快走吧，哎呀。拜拜。嗯。拜拜。李修豪最近怎么天天来找你啊？你俩不会是从青梅竹马的故事发展到成校草与学霸恋爱的故事了吧？哼，你瞎说什么呢？我先走了。啊？还说不是，为了他放我鸽子。今天我们班的胖子打球把玻璃给砸了，他家长来学校把他给一顿熊揍。还有啊，早上我吃包子吃到虫，可把我恶心坏了，我吐了都要。我们班要准备考试了，我看我这回够呛。你今天怎么了？我问你啊，你觉得我作文写的怎么样？虽然我是看不出什么好坏，但我们班的那些知识分子都是你的粉丝。还粉丝呢？老师说我写的不实用，不适合考试。天才又不是人人都能理解的，如果大家都能理解，那谁都是天才。适可而止啊，别捧杀我。反正我是永远支持你的。哎，要不哥带你去个好玩的地儿。啊？怎么回事？怎么塞不进去呢？不好意思啊，钥匙带错了。哎呦，哥，你说的地儿就是你爸的厂子。你放心，哥一定带你进去。副省台，副省台，把灯打开。看电影开什么灯啊？你怕你先去坐着。我们看什么电影？什么电影？看，随便看看吧。哎，你怎么不给我坐一排呢？我干嘛给你坐一起啊？哎呀，快快快，看你的。通知我，我键盘还需要你来通知我。你哪来的零食啊？看我嘴欠，我这就回去看。帮别人解决一道难题，别人送的。男女的？男的。去你的吧。好嘞，不行。喂，你什么时候爱吃零食？你不是不爱吃零食吗？你不要给我送，你管我。哼。沙拉冰草，白菜鸭架汤，宫保鸡丁。飞机中炒秋葵。苏小涵是女的？嗯。肖默之前跟她关系还挺好的，她在我们专业里特别出名，专业又好，人又漂亮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大学没念完就出国去了。哎呀，你说的关系好